耶稣，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呼喊你的名。耶稣，我们愿意此刻我们完全敞开我们的众儿女的心，主啊，求你的爱、你的灵完全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你能相比？
来向你来敬拜，我们高呼耶稣的名，因为在天下，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有耶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生命中的光。主啊，当你的光照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黑暗都要除去了。主啊，在此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完全敞开我们的心，完全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设立在我们当中，完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未来的道路。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灵此刻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灵在我们当中，因为主你就是那灵，主就你就是那灵，就是那真理。我们在主你的真理当中必得着自由，哈利路亚，我们必得着自由。主啊，我们不光是我们身体的自由，更让我们的心灵得着自由，让我们不再住我们的辛劳，而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国度中自由的翱翔，哈利路亚。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盛和荣耀，主啊，那靠着那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大能大力，主啊，你要成就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丰盛，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样荣耀的与我们同在，求啊，你继续降下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一起来向你举手，主啊，我们一起来向你举手，向你来赞美，向你来敬拜。主啊，天使天君和我们同心，和我们一起合一敬拜，我们敬拜的声音如众水在你的宝座前，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生命的活水从你的宝座浇灌下来，是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浇灌下来。主啊，更求你圣灵，就借你焚烧的灵、公义的灵降下来，在我们的生命中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让我们那个圣洁公义的生命来朝见你，每天让我们有清洁的心、圣洁的手。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显明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啊，更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活水得胜教会当中得作王掌权，因为呢，你是荣耀的王，你是那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主啊，你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已经坐在的右边。主啊，你已经向这个世界、向黑暗撒旦、向一切黑暗的权势宣告，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啊，求你把这个得胜的恩膏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教会当中，从我们的家庭当中，从我们的个人当中完全的退去。主啊，我们斥责一切的疾病，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退去。我们斥责一切贫穷的灵，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退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斥责一切软弱的灵，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退去。主啊，求你的圣灵此刻大大的浇灌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浇灌我们，提升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灵飞起来，飞到你的宝座前，与你合一，与主的灵合一。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把你的大能大力、权柄、尊贵、荣耀更大的也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你的众儿女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主啊，我们把你的牧者和牧师和圣母教徒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纪念他们为你的付出和摆上。主啊，更求你赐下更多的智慧、启示和能力。主啊，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群羊走着得胜的道路。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思别的环绕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哈利路亚，主啊，求你高举我们耶稣基督
督的名，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被主的灵充满的教会。主啊，求你的灵日夜充满在你的殿中，你的荣光充满在你的殿中。主啊，求你日夜看顾你的圣殿，看顾你的圣殿，来高抹你的圣殿，让每一个进到你圣殿的儿女来领受这份恩膏，领受这份荣耀的同在，让领受主你与我们丰满的恩典在你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愿意把我们清晨的我们的用我们的嘴唇献上给你，献上给你。我们愿意每一天把我们的感谢为祭来献上你，来荣耀你，荣耀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你配得一切的尊贵、权柄和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把当献的献给你，主啊，你就要把你丰富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赏赐那谦卑跟随你、仰望你慈爱的人。哈利路亚，主啊！有人夸马，有人靠马，有人靠车，但我们仅仅靠耶和华你的名，我们靠耶稣的名，我们靠耶稣的名。每一天，我们高举主你的圣名，我们要背起主你的十字架，绕主的十字架来上一切的仇敌来夸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哈利路亚，我们无论是圣是死，主啊，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来照常显大。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的圣光从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能够散发出去，无论走到哪里，主啊，我们就成为那光，我们要成为那光，来照亮周围的黑暗，来照亮人们心中的黑暗。哈利路亚，让我们来看见基督的荣耀，来看见基督的荣耀，来看见那荣耀的王，荣耀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请求你的荣耀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来充满在当中，求你复兴的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来兴起，让我们的灵来兴起，不再沉睡，兴起我们的灵。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什么时候我们 转回向你的时候，你并不转面不顾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求你以更多的慈爱来浇灌我们，浇灌我们，我也把我们剩下聚会的时间，我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自由的带我们运行，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提升我们。谢谢主与我们丰满的同在，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恩典，主啊，我们带着新人来到你面前，愿你主啊以新的恩膏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你就是恩典的主。谢谢主，你的爱带领着我们每天早晨，主啊，我们醒了第一件事，我们来，主啊，就是来赞美你，来在晨祷里头遇见你。主，谢谢你，你要让我们发光如星，荣耀主的名，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若有讲道的，主，你我们来读是你的话语，主，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这样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神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今天主啊，这里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因为以色列的神以赞美为宝座，我们主啊要天天来赞美你，天天见到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哈利路亚，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你就全柄主啊来赐到这里头。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这里，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你丰满的同在，圣灵的同在。主，我们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能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凡事都能。主，谢谢你，愿你把你满大的信心，丰满的信心赐给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完全把眼睛把眼光放在耶稣身上，我们就能从那里得着复兴，得着能力。主，你就是那能力，你就是那复兴。主，我们要一天七次的来赞美你，因为主啊，我们不赞美你，主啊，你兴起石头也要赞美你。主，我们就是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赞美，配得荣耀，配得权柄。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你，让我们作为活祭献给你，主啊是圣洁的，主啊是你所主啊喜悦的。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把一切荣耀爱戴全柄归给你。谢谢主，孩子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主被爱护，像那个道神来我铺满来，感谢大美女。主被天父在这早晨，我在你面前感谢赞美。那些对高家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高真神来帮助我们，每个帮助听看的耶和华创造的个，我感谢大美女。主全地都是你耶和华创造的，我感谢赞美。我爱你，我全心全意靠你，我全心全意靠你，我当成，但是。你帮助我们得胜，凡事都能，靠你凡事都能。信我，主，我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爱我，神你爱我，就爱爱我们每个人，爱我们每个人。我们谈有感恩，我天天谈有赞美，我们的挂灯赞美我的神，我天天赞美我的神。我在这里，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灵里得自由。我爱你。每一个人都需要你，需要你同在，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释放我们的自由。你帮助我的家庭有那个满堂感谢大美帮助每个孩子来到面前感谢大美我每一个家人需要你我每一个家人需要你每一个孩子需要我每一个孩子需要我每一个来到你满堂祷告我每一个来到你满堂祷告每句话有纪念我你爱我你爱我们爱到底爱我们爱到底你是真实的神你是真实的神你是真实的神我需要你，需要你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我等待你，我的相爱，天天爱呀、啊，我为你，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一生活在那个满堂要为你而到底，我一生活在你面前爱你，我为爱喜爱有感恩。我为爱喜爱有盼望，我随时都有盼望。靠你万主大山，我靠你凡事得胜。我相关于一个相关。医治我们每一个罪，赦免每个人罪。我感谢赞美。我认为我家不是靠自己，我真的不是靠自己。耶和华你帮助我们，耶和华你帮助我们。耶稣你是我的救主，耶稣你是我救主，你是我生命，你是我得胜，亮光，是我的亮光，是我的全能医治家，是全能医治主。我爱耶稣，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每一天来帮助我们，我需要耶稣每天来帮助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我靠耶稣基督得胜，你保护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心里圣洁，来感谢神。我爱耶稣，我天天需要耶稣。不论在哪里，我耶稣帮助。无论在哪里，耶稣帮助我们，凡事都能。我爱我的天父，爱我的耶稣。我天天需要耶稣，天天需要耶稣的帮助。离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做。耶稣是我一生的救主。是我完全的盼望。信我完那个伤难，你是我荣耀的上帝。我一切都靠天父帮助我。我靠耶稣，我教会靠耶稣，我教会靠耶和华。当王将军，耶和华在这做王掌权。我们在这里新出你的荣耀，你眷顾我们每个人，亲近耶稣。亲近天父，天天喜乐，天天感恩，天天你都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天父。父啊，我在这里，为我们每一个，爱我们每一个孩子，为我们每一个家，爱我们每一个教会，爱这个教会，为国家，为人民的帮助，一个大。主啊，也帮助这个国家来荣耀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教会。谢谢你帮助教会。坦坦心来感恩。谢谢。让我们有苏醒。让我们天天身体健康，灵魂苏醒。坦坦有苏醒。我们每个孩子都天天健康，灵魂苏醒。坦坦有为我的神。天天爱我的神。我每一家需要耶稣。我每一家需要耶稣。我每一家需要我的相爱。我们每个人都要彼此相爱。我们是主的孩子，你是天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天天感恩，天天爱耶稣。无论在哪里，我要祷告，我的祷告，我要感恩。为耶稣爱到底，爱耶稣爱到底，爱到底，耶稣爱我们爱到底。我还有思想都给个朋友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常常思想。要荣耀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他个心转头，给上你。
我天天灵魂归向你，我天天需要你，我爱主啊，一海我都有你，我一切事都需要你，我需要耶稣，我爱耶稣，爱你都爱你，我有一生，我要感恩，我感谢赞美，我一生感谢赞美我的神。你是耶稣基督，你是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耶稣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女，道成肉身的主。我与他的门那一个干，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要退去，撒旦魔鬼要退去。我被圣灵充满，我已经得胜了，我已经得救了。我要荣耀神，荣耀我的耶稣，荣耀我的耶和华，荣耀我的耶和华，我依靠耶和华到底。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在赞美你过程中，我们将生命献上，将我的全家每一个生命献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教会带到你的施恩桌前，将我们的牧者师母带到你的施恩桌前，将我们的同工们带到你的施恩桌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那自然智慧和启示人的灵显出给我们的牧者，并照亮我们牧者心中的眼睛，让他真知道你的恩泽有何等的瞩望，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他相信你的时候所出的能力有多哈利路亚何等的好大。主啊，让我们的牧者明天的讲道能够按照你的真理来讲道，主耶稣按照你的声音来服侍我们每一个羊群，主耶稣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所有你用我们服侍的人。主啊，好叫我们的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行出你的荣耀，行出你的大能。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专心来听你的道，来专心来听你的真理。主耶稣，让你的真理使我们在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得以完全，能够得以圣洁。主耶稣，在你的真道上得以圣洁。哈利，将我们每一个人和羊群都分别为圣，归你来使用。主耶稣，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哈利路亚，得着你的荣耀，让我们的荣耀你自己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耶稣啊，赞美你，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作王掌权，作王掌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你的真理，还能行在其中，让我们听到的人能够行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不能，但是靠着主借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行在其中。主耶稣，让我们行在其中，满了你的心意，你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复兴，复兴，复兴我们。主耶稣，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每一个生命。主耶稣，让这个教会能够得着你复兴的恩典。主耶稣，领导这个社区，领导这个国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和国家，哈利帮助川普总统能够真是握出你的哈利路亚真道来，握出你的主意来，哈利握出你的命令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以色列的带道。主耶稣，以色列是你所拣选的国民，也是你拣选的国地。哈利路亚，主耶稣啊，耶路撒冷是你说赐给哈利路亚以色列的地。主耶稣啊，增加地用你羔羊的宝血浩浩涂抹遮盖。主耶稣，谁都不能夺取你所应许的。对，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以色列求平安，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得着这个平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中国、美国、以色列，哈利路亚，哈利合二为一，来敬拜赞美你，来高举你的名，来向你献上哈利路亚感恩与赞美。主耶稣，让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复兴，哈利是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荣耀。主耶稣，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你的荣耀充满这地，你的荣耀从这地发出，照亮黑暗中的人。主耶稣，使人能够归向你的名下，归为你的国，归为你的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爱在、能力、权柄都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圣圣圣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的，是的，哈利路亚，感谢你，谢谢赞美你。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所信恩典，是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信靠主，我们有谦卑有顺服的心来敬拜主，来读圣经，来听神的话语，是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藉着这个光让别人知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内在平安，赐给我们的恩典，保守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在黑暗中走出光明，照亮大地，充满心智，充满能量。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愿圣灵充满保守我们的曲水，得胜教会，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保守我们的地球，保守我们的地球每一个角落，平安平安再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大能，我们又站在主的面前，我们信心满满。主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可以借主的名，我因为我向我的母亲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都是主给我的信心，主显的能力，感谢赞美主。我要把我的母亲带到你的面前，我要常常叫她听主的话语，叫她不要惧怕，一切都有主，一切的忧虑都归她解决，感谢赞美主。我自己的改变也是主给主的大能让我有了改变，感谢赞美主。主啊，因为主耶稣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我要活出你的样式来得主的喜欢，感谢赞美主。一切的道路由主安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必帮助你，主必拯救你，不但拯救你，还要拯救你的家庭，你的母亲，你的孩子，要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因为你已经走到神的殿中，神是喜悦你的，神是爱你的，将他永远的爱来爱你的，让他的爱来吸引你到他的殿中来，你一生一世必有主的恩惠慈爱垂着你，你直到永永远远都在握着他的福分里面，你一生一世他必看顾必保守你，你将来的前途在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亲手来引导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清晨起来，你赐下如此的甘露，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领受你那生命的活水。谢谢主耶稣，主啊，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活。主啊，你必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环境当中，你来复活。主，你兴盛，我们就必衰微。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智。主啊，我们每一个儿女在这来向你呼求。主，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求你洁净我们。
你来更新我们。主啊，你赐下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大能，你超自然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你。谢谢耶稣。主啊，我们这小群是你所拣选的，愿你的圣灵大大的高抹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成就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都预备好了，求你使用我们，差遣我们，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愿你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所想的都讨你的喜悦。主啊，你祝福这个教会，愿你来更新，愿你的旨意大大的充满，大大圣灵的大大的浇灌在这个教会。主啊，你有旨意在这个教会，主啊，愿你来成全，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儿女，祝福这个国家，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来就近你，来救你的光，都来信靠耶稣基督。主啊，你有复活的能力，你有永生，主啊，有永生的盼望，这么美好的盼望，主啊，我们岂能够不要呢？主啊，你来改变每一个人，你来拯救失丧的灵魂。谢谢耶稣基督，你那美好的福分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主啊，我是一个笨舌笨嘴的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更好的语言来赞美你。主啊，用你教教我。主啊，赞美也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也是我们的法宝，赞美也是我们的武器，赞美可以改变我们的一切，赞美可以冲破撒旦仇敌的一切诡计。主啊，用万国万民有气息的人都要来赞美你，我们也要赞美耶和华到永永永永永永。阿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天的阿爸父啊，把荣耀都归给你。主耶稣，你让我们每天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殿中，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这群也爱你的孩子。主耶稣，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本是一群罪人，用你的宝血来洁盖我们，来洗刷我们的罪，用你的恩膏和怜悯来膏抹着我们。主耶稣，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继续带领着我们这群爱你的孩子，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在殿中祷告的都是说出的都是你喜悦的话，让我们能够用清洁的心说出的是圣言，能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让你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每天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怀着喜悦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主耶稣，你说骄傲的你必让他下降，谦卑的你必须高升。主耶稣，我们每天都怀着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有着你，喝着你活水，我们必不缺乏。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做一个空管子，让你的活水来浇灌我们，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走在你应许的道路当中。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跟随着你，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所有的人都应该来称赞你、敬拜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在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耶稣，我们愿意服侍你，让我们有一颗服侍你的心。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这里，求你的祝福继续祝福活水教会，祝福我们这里的一群儿女，让我们每天早晨的祷告都能够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面。我们下面的每一个日子，我们下面的日子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生命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做我们家庭的主，来做我们这个活水教会的主，用你的活水继续浇灌活水教会。求你来祝福我们这里的牧者和牧师和何师母，请你让他们的讲道是按着你的圣言所讲，来浇灌我们这群饥渴的牧义你的儿女。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来使用我们这里的一群积木可依的孩子，求你来差遣我们，我们都准备好了。主耶稣，求你来差遣我们，我们愿意做你的器皿，求你来翻转我们，来破碎我们，来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交托在你手里，在这里我把我的弟兄，把我家里的弟兄，把我的孩子交托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也去怜悯他们，用爱我们的心去爱他们。我知道我们都是一群罪人，主耶稣，求你继续来怜悯我们，继续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活出与世界不一样，让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主耶稣，让我们发光如新，荣耀主名。主耶稣，我只愿意我每天的活着都是为你而活，人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求你来浇灌我们。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来脱离我现目前的困境。有时候我不知道 我所做的，真的主耶稣，我做的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求着是喜悦你所做的。主耶稣，求你来遮盖我，求你来继续用你的一些圣灵，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来喂足我。主耶稣，我知道我灵里饥渴，我渴慕你，我每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渴慕你，希望你的话语浇灌我，我靠你这话语活着。主耶稣，我战胜一次又一次的